大家好啊，我叫罗志敖，今年十个月大啦，而家啱啱学识行。妈咪同爸爸最中意就带我去 Toys R Us 消遣时间，因为嗰度好大，好多玩具种类，有学习嘅，有活动嘅，所以嗰度实在太多新奇刺激嘅玩具啱我玩啊！希望各位评审揀我一票啦，我哋妈妈系用纪录片嘅方式去拍摄噶。